看一下啦，非常大的玄天上帝，好大哦，那个到底几公尺呢？哦哦，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大小，找到了非常大只的乌龟。哎，这个也是一个作品哦。所以这边就是莲池塘。刚刚看的乌龟呀，就其实是这边总共有12个灯的作品，在这个莲池塘旁边。我们继续看一下，这边呢，听说是一个岛，啊，岛的里面有这样鸟鸟，对子，狮子，哦，好的。哎，这个是关键芦苇，这里好漂亮。丹的秀在那边，龙富达那边，还有这边春秋阁、玄天上帝。大家，我们来到了应该是最有人气的地方了呢。18公尺高的 Monte Toys Magic 2 a 2。这个 Magic 2的作者就是高雄球星，日驰在地的创作者的。高雄联展单会只有到2月1号而已哦。这个旧城城隍庙是在这边多久？200多年了。真的假的？联展这边呢？这样白天来也不错呢。昨天去的是那边，然后18公尺的就是在那边。这个，听说是这边呢，是旁边有很多很多的庙嘛，全台湾最密集庙的地方就是这个呢。而且很大的糖果耶，滴哦。这里的公园超大哦，真的，哇，有很大的建内，高雄什么都大。稍微看一下高雄的感觉，三个，第一个，什么都大，路大，房子也大，公园大，然后我知道高雄的美食也是大，高雄联展单位也是大。第二点就是人非常的亲切，阿伯突然给不起一颗糖果，或者是店家的人给不起忙。那个气球啊，过马路的时候，那边有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我们是推婴儿车嘛，然后那边的交通管制的警察跑过来，然后就帮我们看，高雄的警察也是亲切。第三个重点，我觉得这一次第一次知道的事情就是，卓英那边的地方是可以享受非常有历史的地方。第一个我们去的城隍庙也是300多年哦，那个名字也是100多年，所以我觉得高雄这个名字改一下。什么都大嘛，大熊，我觉得大熊比较好。那高雄的观光局长也是非常亲切哦，热血的想要推动高雄。我们是真的路过，然后见到好玩，再来吧，再来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拉米。你刚发现后边这两个字，高雄半票，我等来台湾啊，我是法国吧，人家拢要过你的感觉。要到无处的，但是要吃饭啊，人够用啊，一个非常老嘞，充满过瘾的感觉的灯会啊，所以话正在起票，等来台湾会，是啊，我跟你分享，做生意就是老早，更加安全，刷最便宜，刷最便宜，因为就是这个灯会结合在地文化的地境特色，让远去的作品能够传出更好的效果，更特别的效果。像是啊，事实中的。蒙兔推放马吉，听说它是全台湾最高最高的组等啊，它有非常有趣的走兵格一杆哦，马吉肚子架好高。Happy New Year! Today we are right now in the Lotus Pond of Zuoying in Kaohsiung. This is one of the coolest architectures. We call it Dragon and Tiger Pagodas. We are right now at Spring and Autumn Pavilion. We are right now in Qiming Temple. And the main deity of this temple is Guangdong! Chinese Chess Cake. This year, Kaohsiung Lantern Festival is here in the Lotus Pon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of Lotus Pond, iconic architectures are decorated with laser lights. Combined with tradition and technology, colorful lights illuminate Kaohsiung.
to have fun in the most local way? Welcome to Kaohsiung Lotus Pound!